哟，你 OK 吗？你已经吃了第11片面包哦，还不饱吗？你们讲，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厚脸皮的男生？他连问都没有问过我，就搬进我们的家住哎。这句话资讯有误，那个是大雄的家，不是你的家。而且当初哦，是你邀请人家进来住的哦。可是，就连我准备给大雄的情人节 surprise 也破坏，而且。啊，这样过分，这个 Elmo 真的不能留。可是男人是天生讲义气的动物， Elmo 和大雄认识了那么多年，大雄一定会在 Elmo 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这样家里无端端多了一个陌生人，真的很不方便的哦。是啦，你们快点帮我想办法，怎样可以让 Elmo 自动消失。这样，我劝你们两个最好不要做那些栽赃嫁祸的事。男人的 brother 相等于他们的家人，伤害到男人的家人就等于伤害到他们本身，他们会翻脸不认人的。哎呀，你不讲我不讲他不讲谁会知道是不是？我明明在这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明明知道的话，我怎么会不讲呢？那我明明啊 JC 啊，你去忙你的啦，我们只是在喝茶罢了嘛。怎样？运用我们华人千年的伟大智慧。要栽赃嫁祸，只要三大招就可以了。第一招，笑里藏刀，投其所好。莫公公，您妃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糕。本宫想要为大雄皇上绣一只大熊，想劳烦公公您给本宫提点意见，不如。公公您吃完了桂花糕来本宫的店里坐一坐，给点意见如何？劳烦林妃，奴才不敢，奴才马上护送林妃回宫看看熊的绣图。第二招，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敢问林妃，要绣的熊在哪儿呀？莫公公无需着急，来坐。奴才不敢，奴才不敢。敢问林妃，要绣的熊到底在哪儿啊？要绣的熊就在这里。花堂哥，我求求你不要啊！来了呐，来了呐，莫公公非礼林妃呀、啊！皇上驾到、啊！发生啥事了？皇上，莫公公他摸了臣妾，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第三招，里应外合，陷其不义。禀皇上，奴婢亲眼看到莫公公摸了林妃的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而且林妃的手上还有莫公公的桂花糕。皇上你看，罪证确凿。大胆莫公公，竟敢玷污朕的女人。砍！来人啊，拖出去砍。燕王皇上，林妃，没事了。皇上，你会不会嫌弃卑妾啊？哪里会，你是朕的最爱。皇上英明。祝我们成功。 Brother。 怎么，小林？我听大雄讲你最爱吃桂花糕，我特地买给你的。最近我的肠和胃有点貌合神离了，我想早点休息，你还是自己吃了先啊。怎么乱来的？塑料哦，这些怎样哦？哎，难道要等到明天吗？要快就要用 Plan B。爹，嗯，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最近啊，老人斑好像多了很多江德。剪了头发。我头发也变短没？纹了没？
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啊，弄厚了嘴唇。这是什么？你没有觉得哦，我的皮肤比较白，比较有光泽，而且比较有弹性呢？有吗？哦，这样你是做什么来啊？你、欸，我吃了这个神奇的法国考莱针哦，效果很好的。啊？什么针啊？才3000八。3000八？这罐东西要3800？是朋友哦，才卖我这样便宜的，其他人要我都抢不到啊。没有发烧啊？这一定是发神经啊你！什么发神经？那这罐东西哦，是用法国的银鳕鱼的鱼皮提炼出来的，100%纯正，没有杂质，而且哦，讲你都不懂。反正我用我的钱买，又不是用你的钱。女人。Sim Q， 你今天的皮肤、哦、特别的光泽光泽哎！你昨天做什么来？真的、啊嗯？哎呦，这口雷针真的有效嘞！什么针啊？这样厉害？厉害！我朋友嘞去法国啊，特地买回来给我的。他讲这个嘞，喝了一次啊就差别了，证明他真的没有骗我。哇，真的很厉害哟、哦！嗯这样可以给我 try 吗？你看我的皮肤哦，又皱又干呢。啊，好啊。可以多一点吗？哦。有没有闻到烧焦味啊？你是不是在煮东西？哎呀，这么早哪里会煮东西？不是了，你一定是你煮东西哦，忘记了哦。你快点去看一下，等下爆炸怎么办？哎，好啦，我去看一下啦哈。我都讲是隔壁的啦、哦、是啊嗯好了了这么很像白开水酱的哦因为这个哦是全天然无色无味的咯所以效果特别好的这样好哦不要浪费它嗯小林，啊！哎呀，大熊，我的耳环不见了，我已经找遍了整间屋子，就只剩下 Elmo 的房间还没有找，你陪我去找好吗？你的东西哦，哪里会留在 Elmo 的房间？哎，可能是我不小心掉进你的口袋，然后你进到 Elmo 的房间，然后又不小心掉在里面。啊？啊，怎么了？大熊。我找这边这边这边你找那边那边那边 OK OK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可以找抽屉的啊哦大熊啊还有其他的抽屉啊大熊你找那边这边我找 OK熊，还有其他的抽屉啊？可是我这个都还没有找完。这个抽屉比较大，你找这个先啦。哦。
不然就是真放这里这样危险。啊？怎么这只熊上面写住叶大熊了？下江头？啊！怪不得啦，怪不得你走在平地都会跌倒，在家门口都会踩到狗屎，就连那个生 cancer 跟你预埋坟墓的安哥都会突然一好，不跟你埋了。啊？为什么？他都要这样对我，大雄，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你？你还记不记得 ，M 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说我什么？他讲你美丽大方、可爱动人喽。其实 M 不是第一次趁你不在的时候。跟我示爱了，可是大雄，我心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大雄，知人知面不知心。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样，我本来也是不想要说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啊。那这是要写给我的情信，他还要叫我离开你，跟他一起远走高飞。大雄，啊，我跟他 brother 二十几年，他竟然这样对我。你看什么？哦，我在看你的皮肤哦，有没有比之前更光泽光泽哦？我啊，照了整天镜子，左看右看，觉得我的皮肤都没有改变呢。是啊，嗯，其实最近哦，我看镜子，我也是发现到哦，我皮肤没有什么改变呢、嗯。我想一定是我的朋友骗我了，我要去找他退回钱。哎，等一下，哎。可能我年纪比较大，要喝很多次才会见效的。你等一下几点泡给我喝？等一下，嗯，我要忙着开会啊。你看这个 project 哦，真的很烦呢、啊。我可能哦这几天哦都没有时间泡给你喝了嘞。这样啊，哎，不要紧不要紧，泡水罢了嘛。给我粉啊，我自己泡。不可以。么？哎，因为哦，冲那个 collagen 哦。很复杂的，它首先呢要加30 ml 的冷水，再加5克的粉，再加20 ml 的热水，再加3克的粉，然后最后哦再加50 ml 的温水，再搅拌1分钟半后才可以喝的。记住了。啊。Sorry， 我记错了哦。哎呀，这真的很难记的，它太复杂了。我等下我再去看了说明书，等有空。再泡给你喝啦，这样我们约几点？我早上、白天、晚上、半夜我都 OK 的哦。你啊，我刚才跟老板 video conference 啊，我 check check schedule 再让你知道哈。哎呀，小林啊，小林，小林啊，明天那个马克龙的课程还有个空位哦，要不要一起去？你为什么叫小林去，不叫我去？我上个礼拜不是已经教你了吗？原来你第一天带麦克伦来哦，就不怀好意了。哼，是哦，想不到一盒麦克伦就可以给我骗到住下来哦，真的蛮划算一下。你还承认到僵化哎？叫我问你，你几时开始哦给小林写情信的？写情信这样诗情画意的东西，我只写过给他们吧。我吴涛墨，我叶大雄哦，已经不是当年的叶大雄了。你以为我看不懂这是什么？啊啊！不是哦，这个不是我的字迹来的哦。啊？你看，我的字迹是这样子的吗？是咯是咯，你的字哦还是鬼画符一样哦，一点都没有变哦。啊！还有啊还有啊，你以前哦都是写四海山盟的，但是这边哦是写对了的哦。四海山盟有什么不对啊？错到完啦！我知道你的成语哦很厉害，但是四海山盟哦，你从小学三年级哦错到现在呀、啊，真正哦是叫做海誓山盟啊。还有哦，你的字哦可不可以写美一点啊？喂呀，这不是重点。这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抢你女朋友，你不要赶他走咩？哈，你跟我讲，为什么你写情信给小林？都讲写情信这样诗情画意的东西，我只写过给看门报哦，我写给小林做么哦？是咯。写情书啊，这样诗情画意的东西哦，他只是写给看门罢了哦。我觉得哦，这个不是他写的咯。
你下面的签名明明写住吴桃墨，家里都没有人叫吴桃墨吗？难道是我吗？所以你觉得是我写的啦？难道是我会写吗？你是在赖我啦？你赖我哈！小林，我跟你讲，我们买下降头那个发动哦的 recipient 有抽奖的，我们抽到一个旅行箱，你看几大个？什么发动啊？那个白白的吧。在哪里？明玉，你做梦？不知道是谁哦，打了2000-3000的卡来真呢。那虽然是我很喜欢喝你的什么法国剑哦，不过我只是等你冲给我喝罢了。我整个早上都在楼下，阿伯可以作证的哦。明玉，我又没有讲是你。可是家里除了我，你，阿伯，不可能啊。哎，这个是什么来的？啊，是啦，这什么来的啊？嗯、哦，啊，一定是什么野猫跑过来打烂了我的卡兰镇。哎呀，是喵仔你啊！Sorry 啊，明玉，害你喝不到这个卡兰镇了哦。不要紧。害我还喝不到这个什么酒的，我现在就去把他抓出来，个心癌呀！啊，这么热的，啊，哎，蝶儿，你没有动过我这个豆腐的罐啊？哦，今天早上我洗脸的时候拿来用完了喽。你讲的吗？用豆粉洗脸很好的。小林啊，如果你用电脑打字的话哦，那个字迹不会差。你上身，你还这样大声？现在哦，是你错又不是他错。叶大雄，你现在是在偏帮他啦？小林，我不是，我有讲错咩？现在哦，是你明明哦要害 L 我，你还这样凶。大雄。我没有看过你对小林这样凶的，你现在为了这个 M， 小林，我终于明白你的感受了。你讲，你选谁？啊？那你想清楚啊！小林跟了你2年，你和这个 M 才住在一起1个月罢了吗？你懂什么啊 ？M 跟我是几十年的 brother 来的。哦，你就是要小林走啦？我没有。大雄已经做好选择，你还不走？哎，行李箱送买给你啦。有记得用电脑打字。叶大雄，你做梦！有我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想清楚，你到底要选谁？清楚了，这种男人呢、啊，要选 brother 都不要选你啊！我们走，推行李啊！哼，啊！我怎么？你怎么？哼，这种选 brother 的男人要来做么？都还没有到5秒，我本来有50%的机会的，你这么要拦我出来？现在我和大雄的家就变成 M 和大雄的家了哦。哎呀，不会的啦，你不是来我家住几天哦，过2天哦，大雄一定会来找你的哦。没有房租，没有水电费哦，我不会做家务啊，我们走哦。要玩啊。
我来这里住有什么问题先？当初他也是邀请他来这里住的嘛，不是吗？我真的不明白哦，他竟然可以为了要把艾某踢走哦，拿这来插巴东这样子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哦，上面还写着叶大雄啊，你知道我看到讲吗？我急心痛啊！平时哦，小林讲对我都不用紧的，可是他这一次哦，竟然这样子对艾某哦，真的是太过分喽！他害我差点跟我二十几年 brother 的感情哦，这样一动就没有了喽。说真的，我很生气喽。所以哦，我要睡了，出去的时候帮我关灯。